这么看到最近啊，民众真的会觉得荷包是缩水了，因为民生用品也是涨价，餐饮业也是不停的涨价。来看到 Subway 的部分，现在就是说了，前庭保确定呢就是要调涨3%哦。另外呢，像是鼎泰丰，其实他们在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有宣布，他们是从11月11号开始呢。大约有一半的品项都是涨价了，所以平均的涨幅是来到了3%。我们来看到呢，很受欢迎的几样哦，虾仁炒饭的部分是上涨了20元，小笼包的部分也涨10元了。另外像是小菜类的，其实从75元变成85元了，所以真的什么都在涨价。另外我们来看到，现在是最新宣布的好连锁的速食店麦当劳就已经开出了第一枪哦，就宣布呢11月24号之后调整部分品项的价格。我们来看到像是呢这些超值全餐平均的涨幅是来到了2.2%，所以包含了劲辣鸡腿堡啊、麦克鸡块等等哦，甚至我们看到点心饮料的部分也是上涨了，所以29个品项调整了大约是2到7块钱，其中呢小杯的玉米汤涨价7元哦，所以涨幅是超过了21%，是最多的。那么麦当劳他们就表示说了，现在就是因为整体环境的考量，因此呢调整了售价。那么其他的连锁速食店有没有要跟进呢？肯德基是强调了目前还在评估当中，那摩斯汉堡以及顶呱呱是没有涨价的计划。我要一个双层牛肉鸡翅堡，然后我要加经典套餐。民众站在柜台前犹豫要吃哪个好，无论是香味四溢的汉堡或热乎乎玉米浓汤都是麦当劳必点，但这些商品要涨价了。台湾麦当劳宣布，将在11月24号调整部分品项价格，超值全餐平均涨幅2.2%，点心饮料平均涨幅4%，其中大多为热门商品，包含超值全餐主餐类，劲辣鸡腿堡涨3元，一个要75元；麦香鱼涨5元，变49元；麦脆鸡腿调涨4元，一个就要60元；大人小朋友喜爱的6块麦克鸡块涨价后64元；BLT 系列像是安格斯黑牛堡涨5元后，一个要价114元。除了主餐类，饮料跟点心也同步调整价格。民众常搭配套餐的可乐红茶接涨5块钱，而招牌玉米汤小杯将会是40元，因为涨幅超过21%，堪称涨最多的品项。是有点贵一点啦，5元的 range 我觉得还能接受。其他便当大部分也都是涨啊，所以会吃的应该还是会吃啊。这回一口气调整价位，29个品项涨价，也有10个品项包含美式咖啡、焦糖玛奇朵等降2到7元。麦当劳表示，因为整体环境考量，才会选择调整售价。其他连锁速食店肯德基回应，全面审慎评估中，摩斯汉堡跟顶呱呱暂时没有调整售价规划。物价掌声响起，连速食店都涨价，让民众大叹荷包缩水。记者周天杰、杨翔于台北采访报道。好，那么行政院会昨天是拍板了军公教调薪配套措施，配合了军公教明年元旦起调薪4%。那么本俸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等等3项一并呢，就是朝着调足4%来办理。适用的对象就包含了军职人员、公教人员、技工、工友以及约聘雇人员，并且还首纳了临时人员，所以一共是有100万人受惠。